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开了，开了。打开，打开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小吃店老板，还是跟那个送菜的小弟算了。不是你们叫的这些啦，这些菜钱、这些热食，是跟外面那个小弟算，是跟老板算。老板就那个老老的，或者是那个老板娘，还是外面那个端菜的小弟？比较老的那个老板是不是？就是一开始。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前引导你们停车那个老板，还是妈妈那个，还是那个比较胖胖那个中年妇女。本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检举，称中壢區中山东路四段某小吃店有违反防疫停业规定私自营业情形。警方于今日临时许确认该小吃铺仍暗中营业，遂派员警埋手。当场查获店内两名酒客及负责人等五名。稽查过程中，两名酒客及负责人未依规定佩戴口罩，警方立即制作相关查查记录，并移请市政府裁处。警方呼吁业者配合防疫政策，落实停业规定，共同防堵疫情，并将持续加强稽查。